Well, pal, did you hear the latest? They made another movie out of The Great Gatsby, and it's a huge success. Oh, yeah? Yeah.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don't you? After this many years, I'm still a very, very influential person in the world today. What is the big deal about film? The film I made with Evans was a big hit, too. Worldwide back in the days. Today, and I'm talking about today. So? You know what? The Chinese just made a new movie about me. The Chinese? Yes.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many people there are in China? How many? Well, hold on. Eileen? Eileen? Eileen! Could you please come over here? We've got a question for you. Oh, yo, 哪两年做啥啦? 真是烦死他了。 Eileen, I'd like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China today? 1.3 billion. You hear that? 1.3 billion. Now that, my friend, is influence. What is that thing? You don't know? Well, you are out of fashion. This is iPad. U-pad. U-pad what? No, iPad. Steve Jobs, that newcomer, gave it to me. Steve Jobs, that odd fellow on the hill with all the apple trees everywhere. Yeah, he's a nice guy, and it's a neat gadget. Look, here, have a look.董事长，这一天终于等到了。上车吧，公司的全体员工都在门口等着你呢。你们回去吧，让司机送我去机场。董事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能去哪就去哪儿。董事长好，董事长，您不认识我，我是公司新来的律师，我叫吴军。 这是方总让我给你准备的，里面有一部手机、一张信用卡，还有一张借记卡，还有20万的现金。董事长，我陪你吧。不用，你们不许跟着我。最近那班飞机是去哪儿的？是11:45飞云南大理。大理。 大理有爱情吗？我不知道。邂逅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大理是否会像普罗旺斯和维罗纳那样给人以幸运？是否会帮我讲好我的故事呢？总之，我来了。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要在这捕获一个男人，就像老海捕获马林鱼那样，无论他怎样挣扎，我都要捕获他。他吗？ 会是一位大帅哥，一位我心目中真正的 man， 让他进入我的故事，然后让他爱我。
位大叔，你要去哪儿啊？这里很难打到车的。大叔，你别看了，真打不到车。上来，上来啊！这位大叔，你要去哪儿？市中心。你在那路边傻站着，根本打不到车。不过幸亏今天遇到了我。就停这吧。哦，好嘞。大叔，这位大叔，你干什么呢？哎，小姐，这里不能停车，你不知道吗？警察叔叔，我就停一分钟，我真的有点急事儿。不行，赶紧把车开走啊！你再不开走的话，我可就要开罚单了。五分钟以后到现场。我说这位大叔，你也太不像话了吧，你怎么就这么瞧不起别人啊？我是说你们这些有钱人是不是都这样啊？我好心好意让你搭我的车，你却把我当成黑车司机了。您真行，您真有眼力，是不是别人为你做点事儿，你都以为是为了你的钱啊？对不起啊。哎，别走。
把你的臭钱拿着。不过呢，看在你抽的这根雪茄的份上，我已经原谅你了。你看上去倒是不像一个坏人，就是这个眼神好像差了一些。啊，大叔，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抽这个牌子的雪茄？哦，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你好。哦，我现在有点事儿，您着急吗？哦，那要不这样吧，我一会儿给您打回去。嗯，好，拜拜。我们这儿喝这种么黑头的人不多。你一定是读过海明威吧？有人说他写了多少字，就喝了多少么黑头。给你来点配得上这杯酒的音乐吧。
喝 mojito。爱抽阿段夫案的雪茄，这两种味道应该都是海明威的味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小姐，您跟他很熟吗？我们算是认识吧。那就算了。他怎么了？这位先生很让人担心，他刚才一直在和我谈论自杀的14种方式。也许是我想多了，他醉了嘛。我们送他回去吧，他说他就住在附近。嗯。夏先生，这是怎么了？他醉了。你知道他的房间吗？当然，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人。快点。我走了，拜拜。再见。再见。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能和你谈谈吗？要谈什么？我不认识你。夏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们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还有晚上在酒吧，我都看到了。你跟踪别人？对不起，小姐。咱们能做一笔交易吗？只要你配合我们，你就会得到一大笔钱。是吗？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只要你主动接近他，在大理的这段时间，每天跟着他，他所有的情况、所有的行踪，及时向我报告，就这些。你开个价吧。先生，您看起来不像是他的朋友，倒像是个坏人。对不起，您找错人了。小姐，小姐，请你别误会，是我表达的不好，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那位夏先生确实是我的朋友，他现在的状况叫人很担心，我是怕他出什么事情，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义务替你充当间谍，至于我是否要接近他，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小姐，我会重重酬谢你的。你以为你有很多钱就了不起啊？你这人真让人讨厌。
哎，大叔，你可千万不要讨厌我老这么跟着你啊！要不是我这么跟着你的话呢，昨天晚上你喝醉了，谁送你回酒店呢？哎，大叔，你别装作不认识我呀。嗯，嗯，哎，我今天早上也搬到大叔住的那家酒店去了，贵是贵了一点点，但是如果大叔可以替我买单的话呢，哼，我是坚决不会反对的。嘿嘿。哇，这么高啊。哎，大叔，你帮我个忙好不好？这山路开上来什么都不觉得，可是开回去太吓人了。大叔，你帮我把车开回去吧，这样的话我会很感谢你的。嗯嗯，你什么意思啊，大叔，你到底愿不愿意帮忙？太不仗义了，你昨天晚上酩酊大醉，我一个小女子把你扛回酒店，累得贼死，我容易吗？我让你帮点小忙都不愿意。反正呢，我就是害怕，我要在这儿等你，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走。大叔，你必须帮我把车开下山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哈。这种焦灼像一场无声的较量，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最后他乖乖地跟我回来了。依莲小姐，刚才夏先生来过前台，他说你以后的账单还有租车的费用都由他来付，所以想问问你是否同意。他人呢？他刚才回房间了，他淋了点雨。好，我知道了，就按他的意思做。谢谢。没有。那明天早啊。
上，我能请你吃早饭吗？当然可以。啊，那好，那我明天早上来叫你啊。啊，晚安。Good night。原来你就是清源食品的老板。对，是我。几年前公司出现了一次重大事故，由于我们管理不善，产品出现了安全问题。一部分用我们产品的人身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还包括很多孩子。是吗？我可是经常吃你们公司的产品的。我向你保证，清源食品是安全的。嗯，可是你刚才还说……那只是一个意外，请相信我。嗯，大叔，我相信你。我作为企业负责人，有着重大的责任，于是我被判了6年徒刑，我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住进了监狱，离了婚。这6年，公司的情况也很糟，所以我觉得没脸见人，也无处可去。于是，在出狱的当天，我就来到了大理。这么说，大叔，你坐了6年的牢？是的。如果6年能洗清我的罪过的话，那就好了。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不，我倒是觉得那是一个清静的地方，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反倒是越临近出狱，越让我感到恐惧，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觉得监狱四周的围墙就像是我的堡垒，让我有一种安全感。6年一定很漫长吧？不，正相反，我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这样我可以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我死。当年法官宣判的是6年，可我自己的宣判是死刑。好了，不说这些了。总之，我是一个坏人。还是说说你吧，小姑娘。你给我的感觉很神秘。我，大叔，我可没有像你那么多丰富的经历。不，我感觉你有。你不是一般的女孩。好吧。我叫陆依莲，英文名字叫 Elaine。 我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们在读书的时候相爱了，结了婚，然后生了我。我的爸爸是一位医生，我的妈妈是一位作家和英文翻译。我的童年呢，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嗯，算是吧。直到我8岁那一年，我妈妈去世了。第二年，我爸爸完成了学业还有实习，带我回到了北京。
所以普林斯顿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那你后来回去过吗？回到那里就会想起我妈妈。也许我不该问这些。没关系的，这些话题是有点伤感。大叔，我们不要说这些了吧？这样，我给你唱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的保姆教给我的，你愿意听吗？好，你唱吧。嗯。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 Away, your Rhine River.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演奏的真好，能给我签个名吗？当然，小姐。给。谢谢。你的声音真好听。是吗？你一定很漂亮吧？你叫什么名字？谢谢你的夸奖，我叫陆依莲。名字也这么好听。这位是。啊，你好，我叫夏清源，您的琴拉得真好。你的男朋友？说的对，男朋友。你们的声音很和谐，有高音有贝斯，一定是幸福的一对儿。对不起，我虽然看不见。可是我对声音很敏感。
祝你们俩幸福。哎，男朋友，你胳膊能不能不要那么生硬啊？哪有男朋友像你这样的呀？啊！哎，我说这话可不能乱开玩笑。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不配做你的女朋友了？我不够漂亮吗？哎呀，不是。看，我美吗？美不美？嗯？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对了，这还差不多。人家刚才说啊，我们两个是幸福的一对呢。大叔，你就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你就让我傍大款吧，啊，傍大款了，大叔。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我们还要在这儿待多久啊？我巴不得在这儿多待几天，感觉像是在度假。是啊，这里的空气、风景都这么好，可我还是没有度假的心情。我知道，不过方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旗下三家公司都巨额亏损。怎么能说我做得好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清源食品，从董事长秘书到生产办主任，再到经理、股东，可以说对公司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六年前，那个时候你还没来，董事长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相信我。我当时也觉得我可以掌控局面，后来才发现我不行。为什么？我没有他那样的气场和魅力。对于公司来讲，他就是定海神针，只要他坐在那儿，就连那些捣乱的人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那帮老家伙们，个个都买他的账。六年前的那场事故，他承担了一切。原来是这样啊！好的德行会使人产生一种魅力，这一点没有人能跟他比。那么那个女孩是谁呀？说不清楚。不过那天多亏了她在，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专定有钱人的那种女孩。现在看，不大像。还真是挺神秘的。
生日快乐。大叔，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在酒店前台偶然发现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来，过来坐吧。好香啊！这是送给我的吗？当然是给你的，快坐呀。来，过生日，吃点面条。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只是我有好多年都没有过过生日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不喜欢过生日。你看看，我原本想为你做点事儿，给你一个惊喜。不是，不是的，我没有想怪你，大叔。我只是，我真的好多年都没有过生日了。尤其是像这样的生日，你别哭嘛。这种事情，我这个人啊，总是做不好。不是的，大叔。这个生日我要过，我是因为高兴才哭的。其实啊，我也很多年没过过生日了。来，生日快乐。是一个小学教师。我记得12岁那年的生日，那天我妈妈给我买了2两饼干，临上班前把它塞给了我。我在家里边正有滋有味的吃着，可是突然，我发现我两个妹妹咽着口水，正眼巴巴地看着我。于是，我把饼干都给了妹妹。我妹妹吃饼干的样子，我永远都忘不掉。大叔。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买的二两冰梅的钱，还是跟同事借的，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创业。你出来以后，去见过你妈妈吗？我没联系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看，我们都属于正常人，像你这属于不正常的，明白吗？所以你的话跟你人一样，也不正常。不是他才不正常呢，我们都很正常。你看这俩，他俩怎么了？你看一大疯子一小疯子，你告诉我，梵高正常吗？你别犟，你咋可能跟人家梵高比呢？你这不是纯较劲吗？左正说的更没道理，知道不？哎，依莲，真是你啊！小东北，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我还想问你呢，这两年没见，越来越漂亮了，想死你了！你算了吧，你现在可是鼎鼎大名的画家了。你还能想得起我？嗨，啥大名鼎鼎啊！哎，我就卖了几幅画，挣点小钱。啊，我在飞机上看了本杂志，上面还有你的报道呢。嗨，哎，对了，我搬大理来了啊！我在大理盖了一套房子，啊，还有一个画室，你有空来坐坐。哇，你行啊，小东北。嗨，你现在都发财了，那欠我的那钱，该还了吧？啥钱？你咋还记得呢？就20块钱，20块钱也是钱，还钱吧。行，还。要这样，那个我委屈委屈，我把我人都给你了，怎么样？我才不会要你呢！你少臭美了你。哎，那是谁啊？一个朋友。男朋友？不是吧，你玩的有点猛啊。罗莉艾达说，这个杀手不太冷啊。男朋友又怎么样啊？来，我来给你介绍介绍。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夏先生，这位呢是著名的画家小东北。你好。你好，那个我们俩是发小。他是我青梅，我是他竹马。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谁跟你是青梅竹马？厂里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来是来解决问题。你安排好了？我们股东全在这儿，你安排谁呢？现在李林，你先回房休息，我一会儿过去找你。而且我这确实是要解决问题。好吧。这有啥问题好理解？因为现在厂里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你清楚，我们不清楚。说说说说。我不同意，让一个还不到20岁、对公司一无所知的孩子当董事长，亏你们想得出啊！董事长当年创业的时候，不是也没到30吗？可他大学还没毕业，他还是个孩子。别忘了，还有我，我在。王雨萍，你的权力欲实在太大了。再说了。董事长是否需要辞职，还得看董事长个人的意愿，不是？就董事长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个人名誉来说，他已经不适合当董事长了。其他几位股东也是这么认为的。个人名誉，王雨萍，要不是你当年任人唯亲，安排那么多没用的人在管理层架空我，
公司会出那么大的事故？你应该对六年前的事故负责，该坐牢的应该是你。方良总经理啊，虽然呢你是公司的股东，但是你别忘了，是我们雇佣你的。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方良，你也别把自个儿当神仙。离开谁呀，这地球照样转。哎，我问你，你搞的那个新的研发中心都好几年了，我们几个亿砸进去了，到现在毛都没见啊。研发中心是企业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时候啊？等着我们死了的时候。大家都别吵了。总之，从法律上看，谁做董事长得看董事长个人的意愿，毕竟他现在还是董事长，也是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他不能再继续担任董事长，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常识。这个我当然懂了，所以呢，我请董事长把他的位置让给他儿子，又不是外人。大叔，哦，依莲小姐，你好，来这边请。哦，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依莲小姐，依莲小姐，这几位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哦，这位是我们董事长的前妻，还有公子。你们好，你们在谈事情啊？好，我们没谈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想劝劝董事长，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可我们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你帮我们劝劝。为什么呀？我觉得他现在挺好的。周姐姐，你皮肤好好呀。哎，能告诉我你平常都用什么牌子的粉底吗？你给我坐下，你要死的。我还是走吧。夏清源，行啊啊！你把公司烂摊子扔给别人，自己却在这儿泡小妞，你真是太过分了！依莲小姐，董事长在吗？不在啊。真的不在？怎么了？没什么，董事长刚才情绪很坏，我们在到处找他。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明知道他状态不好，还这样刺激他。是啊，我很担心他。
如果我给你灌一点温柔的心灵鸡汤，你会很好受，可那会害了你。从小，我心目中就有很多英雄，他们是力量、勇敢、肌肉、顶天立地的代名词，就算死也要战死，死得有尊严，而不是把自己摔得血肉模糊，让众人围观看他们的笑话。大叔，你抽雪茄的样子很帅，还有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抹黑头的味道，别人也许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抽阿特尔弗恩的雪茄和抹黑头，是希望海明威能给你结束自己的勇气，对吗？可是大叔，你错了，你完全误读了海明威。你的这两下只是学到了海明威的一个空架子而已。他的最后一枪不是自我毁灭，他最后的子弹是射向病魔的，他是在向死神宣战。自始至终，他都是一条硬汉，一位战士。可是，大叔，你不是。所以你不配拿海明威说事儿，我不许你侮辱海明威。我来到大理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似乎就是在等待你的到来。我求你了，大叔，请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我把车钥匙留给你，如果你来找我还车的话，那么我想我会疯狂地爱上你的。如果你没有来的话，明天的大理新闻我不会感兴趣。前，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在大理至丽江的盘山公路150公里处坠入悬崖，现不确定是否有人员伤亡，有关部门正在赶往事故现场。接下来为您播报大理州明日天气预报。大理州明。怎么可以这样？也许你根本就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你这个懦夫小男人，这场悲催的闹剧该收场了。怎么样了？没事了，依莲小姐，董事长找到了。找到了？你是说他还活着？是的，公安局刚刚打电话过来，
董事长目前在公安局，汽车是他自己推下去的。干得漂亮。你说什么？依恋小姐，你在听吗？依恋小姐，依恋小姐。没事。那你现在人在哪儿？你可真行啊！你想过吗？你把车推下去，万一着了火怎么办？万一伤着人怎么办？你这也太任性了！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万一着了火，不还得判你个十年八年的吗？你是不是坐牢有瘾呢？你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我告诉你，公共设施损坏你必须得原价赔偿，惩罚性的罚款你也是跑不掉的。我一定赔偿，也接受处罚。但是呢，你主动投案，这说明我们的监狱也没白教育你。你原来的监狱也发来了传真，你的情况呢我们也了解了，等财产损失评估出来以后再说吧，反正你也跑不了。谢谢你，警官，我一定会让人把罚款送来的。不行，必须你本人送来，这是态度问题。哎，好的，好嘞。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理？不知道，等我该做的都做完了我就离开。离开大理之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你是想告诉我你需要我，你希望我们在一起，你真的爱上我了是吗？
大力，也许我真的该离开了。如果再不离开，就无法收场了。尽管我是那么那么的不愿意。啥？画他？嗯，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我一位很重要的朋友。画别人可以，画他我真得好好想一想。嗯，那好吧，只给你5天时间。怎么那么着急啊？啊，你这属于免费的活，我得往后推推。哎，我说小东北，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债权人啊，你还欠我的钱没还呢。庸俗，怎么张口就提钱呢？啊，你知道我一幅画多少钱的吗？你看，你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更庸俗？对对，我更庸俗。我走了。行，那我画好了给你打电话啊。嗯。拜拜。拜。海，明，威。太好了，依莲小姐，你的悟性很好，已经跳得很不错了。嗯，后天的舞会肯定没问题，明天再抓紧练2个小时就好了。谢谢老师，其实都是老师教的好。嗯，再见。老师再见。听你们刚才说，后天有一舞会。是啊，舞会是滇北商会办的，他们是临时通知我的。可是呢，这舞会是古典化妆舞会，我们这代人啊，哪会跳古典交谊舞呢？所以呢，就来突击一下。哎，能带家属吗？嗯，规定每个人只可以带一位家属。看你这几天表现得还不错，所以我决定呢，后天就带你去了。哎，大叔。你这个年纪一定会跳吧？那当然。依莲，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成为舞会上绝对的皇后。真的？什么办法？嗯，现在不能告诉你。什么呀，大叔，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对我很重要的。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咱们舞会上见，我绝不食言。嗯。嗯。
我觉得咱们可以不用跟着他。我看也是。大叔，大叔你怎么了？今天情绪不高吗？哎呀，我今天有点累。你不行了吧，中年人？哎呀，行，别闹。大叔，你真的就这么想待在大理吗？你的企业现在这个样子，你一点都不担心？要说不担心啊，那是假的。清源食品毕竟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他身上有什么问题我是知道的。可是我现在还不想介入。清源食品需要一场从内到外的大手术，只要方法得当，就会药到病除。因为清源食品是一个基础非常好的企业，员工的素质也是一流的，我相信不出两年就能重新占领市场。为什么？你说的不想现在就介入是什么意思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听方良说，再这样下去公司就撑不住了。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古代有个乐伯你知道吗？嗯。我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清源人，也包括我在内，刻骨的铭记什么叫耻辱，什么是亡国的耻辱。大叔，你真是太棒了，把手给我，来。哎，不是你这是。我是夏清源，我要重占清源食品了。哇，一起来。这边请。坐。来，看看。需要解读解读啊。行，那我捣鼓两句。我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狮子。在我心中，海明威就是一头狮子。虽然他没有生活在非洲的丛林，但他的丛林是枪林弹雨的丛林。如果没有一战、二战、西班牙内战，还有他身上那200多处伤口，就不会有后来的海明威。我们谁都没经历过战争，但是可以想象，枪弹如雨，炮火如雷，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野兽般的意志。所以海明威就是一头狮子，是丛林之王。其实我也是头狮子，只
只不过我的丛林不是海明威枪林弹雨的丛林，而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它让我想起美院毕业来到北京的那段日子，所有人都说你的画是垃圾，一文不值，还有好心人劝我说你别干了，转行吧。可是我没有，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北京城里穿行，寻找我呢奄奄一息的梦想。是一连的20块钱让我吃了一顿饱饭。我还记得我在麦当劳里面捡过人家孩子吃剩下的半管汉堡。就这样我活下来了，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我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饥饿与理想的战争。我能有今天就是靠着野兽般的意志和海明威的无所畏惧。依莲让我帮他画一幅海明威，我一边画一边想，也许这就是我和海明威的一场遭遇。哎，你说我咋就傻了吧唧的说把话送给你了呢？算了，这画啊，有人收藏，才有它的价值。哎，小气鬼啊，咱俩账可两清了啊，我欠你的可还给你了。哎，我怎么看你们两个都像是来打劫的呢？干啥玩意儿？净来这虚头巴脑，也不来点实际的。重来啊！Thank you.
晚上好。晚上好。你今天真漂亮。我可以做你的舞伴吗？当然。那我们快走吧，舞会已经开始了。先不着急。这是给你的，把它带上吧。这太漂亮了。这是送给我的。这条项链是一位欧洲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钻石3.5克拉，是滴色的南非名钻。真是太完美了，只有你才配得上它。大叔，你知道，送钻石意味着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已经说过了，只有你才配得上它。你不能。为什么我不能？那么，他能吗？
大叔，我走了，别问我为什么，我也无法回答你，因为我不得不走了，再留下来我会无法自拔，请忘掉我吧，大叔，千万不要因为我曾经的存在而影响你未来的生活，我会担心的。我是个自私的人，但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这一点请你原谅。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骗子，或者你就当自己泡了个妞吧。亲爱的大叔，在人生旅途中认识了你，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收获。你要好好的活着，让你的未来精彩。不要找我，你找不到我的。我爱你，大叔。Thank you.
你好，夏先生。我是依莲的父亲。我叫陆守通。别找了，你找不到他的。对不起，你们在大理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跟踪你们，请原谅一点的不辞而别。作为他父亲，我向你道歉。依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个病人，而且来日不多。他一直是靠着一种实验性药物在支撑着。他15岁的时候被发现，他得了跟他母亲一样的病，是一种遗传性的无知之症。他很坚强，这一点像他的母亲。这些年他有几次都走到了死亡的边缘，又起死回生的活了过来。这些年他的这种顽强，就连许多成年人都不可想象。周围的人都在问我，问我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她内心这种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搞懂了，他的这种力量来自于文学，来自海明威。他不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还出过2部小说。我看过他的创作笔记，他这次来大理的目的就是想把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旅程记录下来，完成他最后的作品。没想到打扰你了。夏先生，对不起，他不是故意要伤害你，我相信他一定是情不自禁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而且随时都可能死亡。对于这么一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这太残酷了。记得几年前我们再次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我说：“孩子，你怕死吗？”说，他说：“爸爸，我爸爸。”那一刻，我的心都要碎了。作为一个医生，能够挽救
那么多病人的性命，可就是挽救不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怀疑医学的价值。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也该走了。他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也许已经离开中国了，夏校长，我走了。可能会在哪？不要再找了，已经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不喜欢过生日。为什么呀？你真的爱上我了是吗？干啥玩意儿啊？净来这虚头巴脑，也不来点实际的。
这位姑娘，你好吗？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找一位叫依莲的姑娘。大叔，你不应该来这里。为什么呀？反正你就是不应该来这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不是。你打乱了我的创作。我打乱了你的创作？是的，我的出生就是一个悲剧，所以我的人生和我的作品都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不是，这样的结局有什么不好的吗？因为这样的结局，这结局太甜蜜，太幸福了。幸福甜蜜不好吗？我偏要改变你的结局。你不能。我能。我就是海明威，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战士，那头狮子，我无所不能。吓死我了！我也想你。老海，老海，老海，我来看你了。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从我15岁那年，一直到此时此刻，是你的文字支撑了我。谢谢你，老海。我多想。多想能像你那样成为一名硬汉，一名战士，能够像你那样海阔天空，纵横四海，无惧地面对死亡，用征服非洲雄狮的猎枪让自己的脑浆迸裂。我多想成为你。可是我没有你那样的勇气，哪怕是装装样子也好。你的狩猎、捕鱼、雪茄、朗姆酒，我一样都不会。我只能躺在你灵魂留有痕迹的地方，让我的灵魂与你近些，再近些。死神，你这家伙不要再躲躲藏藏了，我已经看到你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把我带走的话，那么老子就死给你看。
Boy, the reception in here is terrible. Well, unless your knee pad is broken, maybe that's just the end. Yes. Then that's the end.